我们的 Popular Lady 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吗？哦，好哦，来，首先欢迎是我们的红狮来，尖叫加掌声，掌声加尖叫啊！好，来红狮的部分的话，就给我们走一秀的部分喽。好，来哦。OK， 红狮的话呢，身穿是我们二楼六艺专柜秋冬新品，以休闲的造型营造出简单的时尚感，可爱的长颈鹿造型更显示出年轻的气息哦。长版上衣拉长整个人的身形，身材看起来更纤细的。好，紧接着是我们的第二位，欢迎我们的婷萱。好，我们呢，婷萱的服装内容是提供来自我们二楼 IF 的柜，利落的剪裁搭上蕾丝布料的小巧思，不管在身上或是在哪都非常 match 呢。哇哦，来欢迎我们的第三位，欢迎我们的第三位是雨珊。今天的造型非常抢眼哦，独特的剪裁来自二楼 Robin 专柜哦，强调多彩丰富的颜色，让整个秋天一点都不无聊哦。哇，你们的尖叫呢？好，接下来轮到是我们的宝儿。非常非常有气势哦！服装来自我们二楼莱卡服装柜，身体四颗金色圆筒，除了可爱之外，还带一点点成熟的感觉哦。黑色的让我们宝看起来皮肤更白呢。好，最后出场的是超级甜美可爱的大圆。二楼陈灿月及袁一真专柜，在服饰地方呢，有不同的巧思打造小巧思，今年秋天是非常流行的概念哦。耶，好，那刚刚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五队来莅临我们的，好。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上次为他们做一个主持部分，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 Popular Lady 来到我们现场喽！好，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是主持人近距离的一个互动了，好不好？哎，各位粉丝不好意思哦，就近距离的互动的感觉了哈。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访问一下我们这次，大家知道我刚刚说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改，我们是一个改装的一个开幕活动，我们改装的开幕活动。那以上的话呢，是我们这五位我们非常漂亮、甜美、可爱的 Popular， 我们穿我们这一次这些品牌的一些衣服哦。好，那我接下来我们要访问一下我们红狮啊，好不好？访问一下红狮的部分的。那我们刚刚就我想问到说，哎，你对于早秋的一个。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次的一个是一个早秋的概念嘛，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红狮平常对于说早秋一个穿搭的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喜欢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早秋，因为紧接着前面是夏天嘛，所以势必就是你还来不及买到真正秋冬的衣服，所以你可能就可以夏天衣服接着穿，但是外面可能加一件针织外套，然后颜色可能可以转为比较暖色系一点的，然后跟搭个帽子，我觉得蛮适合早秋的。哦，所以说就是从一个就是说我们夏天的衣服去做一个针织外套的搭配，对，然后去做一个方式呈现，不用说哎，我还要花钱去买个衣服，这样就是有点太，对啊，可以再省一点钱，省一些感觉哦，也是非常省。很厉害，这样子很厉害。就这套衣服，有没有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哎，这个衣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穿搭的感觉？这套也很适合早秋，因为它颜色是灰色系，所以就是可以让你在接近秋天一点点的时候有一点点温暖。可是因为还没有到真正的冬天，所以你下面呢，你还是可以尽情的露腿，露腿的感觉哇！就要包起来了，但在秋
边那里抓一点点那个露腿的尾巴，我就是一个小露性感的感觉的部分这样子。哦，好，我想问一下，那除了我们这个部分的话，那跟你们对于说像平常的话，我们这个保养的部分啊，有没有可以跟我们现场的美女、现场的那个姐姐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保养上，我们可以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怎么样保养的部分？保养，我觉得其实保养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洁，清洁要做干净。对，然后我最近就是有用那个洗脸机。洗脸机是我们很厉害的科莱丽那个吗？科莱丽的部分吗？你怎么知道？其实我自己也常用啊，好不好？我也是蛮三八的感觉啦，哎呀，很厉害哎。洗得非常干净，然后所以让我后续的保养都可以吸收得很完全。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皮肤上皮肤那么好的保养上，是因为说我们在一个深层上的一个清洁的部分，再搭配我们的化妆品部分去做一个这个搭配，就会让我们皮肤感觉像五味那么样的比较甜美就是漂亮的感觉这样子。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洪师傅，我们做这个早秋其他保养上的介绍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庭轩，跟我们小朋友 say hello 一下哦。我是庭轩，嗨。小朋友，我是不是太不够热情？我刚怎么交给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庭轩。维持到底 ，OK， 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就这边是提到早秋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现场粉丝一些小爆料的部分，好不好？可以爆料一下我，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团员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爆料的趣那个趣？那我一次爆五个好了，一次爆五个那么猛，好哦，太多了吧？因为其实像我们 Poppy Lady 平常的宣传服，甚至连宣传鞋，就很多套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常常在换的时候都会不小心穿到别的。然后都很困扰，想说都要换来换去这样。对。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妙招。妙招很厉害。就是其实可以用闻的。用闻的。我天哪！现场的粉丝应该很眼想闻一下。哎呀。我们身上都属于自己的香水味，像大元的话，他就是比较喜欢果香，所以就会贴果香的。然后雨珊就是玫瑰，对，是玫瑰吗？玫瑰，玫瑰。其实他就是也喜欢麝香的味道，麝香的味道，所以很快就可以认出衣服的感觉。好，那我想问一下，像朋友们观众，有没有认真听我刚刚庭轩所说的，洪师喜欢什么样的香水的味道？来，我们要送一个小礼物的部分哦。来，洪师刚刚有心中的答案了吧？对不对？刚刚是什么样的香水？有。好，来，那我们来一二三，来看一下我们是洪师喜欢什么样香水的。来，一二四，哎呀，大家都四就举手，我是要一二三了，好不好？来啊！一二三，来那个妈妈来我们麝香是不是？耶，麝香不能来妈妈。妈妈听得很认真。对，这项朋友是非常认真的部分这样。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小包就是我们一个闻味道身上味道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鞋子也是用闻的吗？鞋子的话就怕一闻没办法工作。哦，真的可以啊，反正很香，好不好？太香太香了。OK， 好，这包的部分大家满意吗？满意要来点什么？来点尖叫声吧！满意！喂，我非常满意的感觉。来，谢谢我们的庭轩。来，接下来是我们的雨珊哦。那这边我要访问你的部分的话，我们看一下。好呀，像刚刚提到说早秋的部分的话，是一个秋冬的搭配。那本身自己的话，在颜色上呢，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色系，在私底下的一个服装上搭配？我觉得秋天应该是属于比较大地色系的感觉，就是可能偏咖啡色、橘色或者是墨绿色的感觉。墨绿色的感觉。对，然后穿上去的话，就是在春天穿，秋天讲错了，秋天穿的话，就是会比较有就是当季的感觉。所以说我们是从一个大地色系，然后做一个试一下一个穿搭的，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除了我们这种服装上搭配，像五位身材都非常的好。那本身雨珊自己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平常休闲娱乐啊，或是说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这样？那我最近的话就是跳我们的3D 摸摸舞。3D 摸摸舞，跳一下之类的话。如果要看3D 摸摸舞的话，那等一下就不要走开，然后继续留在原地，我们就会跳给你们。哎呦，现场的粉丝们，好不好？你要最后就看到我们的三弟摸摸舞。OK， 好，谢谢我们的雨珊啊。谢谢。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宝儿，来跟我们小朋友 say hello 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宝儿。好，来，那我们在宝儿的话，想问一个问题，宝儿，就是说像刚刚都讲到衣服啊的部分啊，那宝儿平常自己在很喜欢去哪里逛街，然后买衣服出去哪里买这样？
除了那个很喜欢逛夜市以外，也很喜欢去逛百货公司，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外面太热了，这种天气就很热，对不对？对，百货公司又有冷气可以吹，然后又有食物可以吃，对，而又有东西可以逛。哦，百货公司，那百货公司应该就是最喜欢去我这种星光三月，对不对？最喜欢去星光三月的部分啊！哎呀，你也是吗？说不瞒大家，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去星光三月的，好不好？因为等一下就是把我们节目活动结束后，我们一起去逛个街。没有，我们还有特意好，粉丝都在这里，还是你先买100张我们的专辑？100张吗？好，等一下就买个100张的感觉啊！哎呀。好，所以说我们在逛街的话，就我们喜欢去我们的西光山中的逛街哦。对，最近百货公司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其实是有吃有玩，然后在优惠上也是非常的优惠。所以说，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在改装期间的话呢，也不妨呢，待会活动结束之后呢，也可以去我们西光山月改装的一二楼去做一个参观购买优惠的部分哦。好，那谢谢我们的宝为我们做这个逛街的介绍部分哦。好，那最后是我们的大元跟我们小朋友来 say hello 一下哦。嗨，大家好，我是大元。好，那像刚刚就是我们就是说，在音响上的部分啊，对不对？就我相信现场的不管是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永远衣服跟鞋子应该都不嫌多嘛，对不对？衣服都完全不嫌多嘛。那我想问就是说，大元像平常的衣服一定要不断去买啊，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说table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一个是抓小 table 的感觉？像我们平常保养品如果用完，保养品、化妆品用完的话，我们都会就是一定等到周年庆，百货公司周年庆的时候才会去逛。就算自己用完，也要跟就是姐妹借，就是一定要等到周年庆。对。但是我听说，就是现在桃园星光三月桃园站前店有一个买万送百的优惠，我觉得好适合我们哦。真的，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工作结束之后，应该会想要留下来逛一下。买万送百这个你都知道，真的，是是我们忠实粉丝吧？对啊，就像我是你们的。不好意思，我跟你比较近距离的感觉。哎呀，不好意思哦。那你知道我们最新写真集专辑叫什么？默。是吗？耶！忠实粉丝真的有，谢谢。所以说，大家知道我们刚刚提到说买万送百的部分，对，所以像刚刚提到说我们在星光三月现在的话呢，我们其实在买万送500的话呢，就可以跟一楼、二楼一样优惠。不妨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其实在那么热的天气啊，对不对？其实可以去里面观光吹冷气，逛逛街，有吃有玩，又有的去看一些欣赏我们一些优惠的部分，这样子。对，好，那我现在想再问一下大元，就是说，像刚刚说买万送百的部分啊，对，逛街的话，大家我问你想多少场一起去逛街吧，一场。很长，只要一有工作的空闲时间，我们就会一起去逛街。或是我们在工作在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那种逛的，我们就会说，经纪人可以让我们逛一下吗？对，是那个亲民的感觉。对，是不是像粉丝啊？对，大家可以，我们要去哪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常去哪个办公室，可以遇见我们的 Happy Lady， Happy Lady 的部分的。太想他们应该不想出现吧？希望想去哪里呢？对，没错，所以希望可以来我们的西光站去做一个逛街的部分哦，好不好？好，那现在的话就我们再请我们的 Popular Lady 为我们做，不要说我们主持人自己就是有没有给他们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了，好不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粉丝呢，有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接触。太紧张，看到我们太紧张了，我就不想这小鹿乱撞的感觉啊！哎呀，好，那就请我们的 Patrick 来为我们现场没有做一个走秀的部分哦，先帮我们来一位。好，来，首先欢迎我们的红狮来为我们进行一组走秀哦。
机跟手机。等一下欢迎你们。来，我拍我们。的一些热情的感觉哦，觉得够不够？觉得够不够？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 Papi Ray 来给我们一个三连拍的感觉哦，好不好？可以吗？好，三连拍哦，来，来一。好，我们的第二拍。好，再来是第三拍的感觉哦。好 ，Yeah， 好，所以我们再来一个小小，我们可以再给我们下朋友一个小小撒币鼠的部分吧。我再一个就是说，可能说让我们每个人在中间让大家再一个拍照可以吗？好呀。好好好，来，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猴子在我们这边来给来拍一下哦。好，这边介绍一下，话是我们红色的话呢，是我们身上穿着的是我们二楼六亿专柜的衣服哦，二楼六亿专柜的衣服哦。走到哪边才能是我们神动神动 ？Happy Happy。Yeah， 好，来，接下来是我们的秦轩来。那秦轩上穿着的衣服是来自我们二楼 IF 专柜，来自我们的二楼 IF 专柜哦。好，谢谢我们的秦轩，再来是我们的雨珊，呜呼！雨珊身上的衣服不是来自我们的二楼 Robert 专柜，来自我们的二楼 Robert 专柜哦。好，谢谢雨珊，接下来是我们的宝儿。哎，宝儿身上的衣服是来自我们二楼奶卡佛，二楼奶卡佛专柜。好，谢谢我们宝们，最后是我们大远哦。好，大远的衣服呢是来自我们二楼神探月景元音声专柜，来自我们二楼神探月景元音声专柜哦。最后再一个，我们请我们潘瑞来个合照，来跟我粉丝一个合照的感觉可以吗？好。哎，粉丝们来我们那个集中的感觉哦。小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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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